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咱们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妈妈呢又这么很痛快的答应了，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其实特简单，这就是我的亲生儿子。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现象，不争的事实，儿女们把事情做错了，做到什么程度，只要他一道歉，当父母的无条件接纳，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你这么刺伤妈妈，简简单单的几句道歉，妈妈听了就很欣慰。其实我们都觉得你这个道歉都不够，那我还是让他做 DNA 鉴定去。稍等，母亲唠叨儿女，其实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他要是好，他要是做的都挺到位，我也不会唠叨。哎，这句话真是亲妈说的。儿子，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唠叨吗？怕他们出问题。通常来讲，父母如果要不停地唠叨自己的儿女，他是认为你做的不够到位，距离我当妈妈的对你的期望值相差太远，我着急，我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按照我所希望的那种方向去成长去发展，但你没实现，所以妈妈着急。这个妈妈的唠叨还有另外一层的原因，结婚十年由于没有生育，她备受非议，明白吗？明白。她是在这种备受非议的情况下怀上了你，怀上你之后又带着一种非常坎坷的心情下生下了你，你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儿子。你的这种来之不易让你在妈妈的心目当中那地位绝对是高于正常婚后所生育孩子的那种重视状态。我们知道很多这种高龄产妇结婚多年以后才生孩子的，这样的父母那对孩子的那种呵护心情是加倍的。在这种情况下，小伙子，你如果能争口气过上好日子，你妈妈才能扬眉吐气，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亲子鉴定。没错，刘老师，这样，咱们两个一起啊，这个让他们母子啊来一次有仪式感的正式的一个道歉和正式的承诺。儿子向妈妈道歉，妈妈去承诺以后呢，不再过多的唠叨儿子。你看这样怎么样？当然可以。面对面，娘儿俩靠近点，靠近一点，跟妈妈靠近点。哟，儿子很愿意靠近妈妈，您也靠近一点。但是他以后改得更好点。妈，我错了，以后我不会那样了。行，往后改了就好。啊，咱们家四口人，把身体养得好点。希望你们俩将来以后的工作顺利，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啊。相信儿子的眼泪是真诚的吧？嗯，应该是吧。我替阿姨问一下，兄弟。如果妈妈有一天还需要你去进行鉴定的话，你愿意配合吗？配合。好，行。看到你掉着眼泪啊，我刚才啊说话对你严厉一点，你无心的一句话呢，我把它上升到了这个法律层面。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无心的一句话，也许会让一个清白的人，一个无辜的人受困扰30多年，让他心里备受煎熬。这种后果，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要告诉你，你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去伤害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亲生父母。我希望你能在将来的日子里好好对待他，不仅不要伤害他，还要照顾好他。不要盲目地去埋怨妈妈，因为你没有读懂妈妈。能接受这个批评吗？哎呀，到这儿我有点心疼儿子了，我得站他这边了，刘老师。那我站这边，我再来。你给妈妈再说一句话，说妈妈，请你欣赏我，我会争气的。说，妈妈，请你欣赏我，我会争气的。行，我相信你。没大儿子，抱抱儿子吧，鼓励鼓励他，好吗？你要欣赏你养的这个大儿子啊，养得多好啊！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好吗？
母子相拥，隔在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坚冰开始慢慢消融。在此之前，因为隔阂，儿子很少甚至都不愿回家，照顾父亲的重任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误会已经消除，我们希望儿子女儿能够替母亲分担重任，尽上一片孝心。您怎么评价这个儿子和女儿啊？儿子和女儿，您怎么评价他们呀？评价他就是，唉。有时候你让他儿子说，你看上你爸爸，说我去跟你上山去透透气儿了，回来一找我就一看见我他就哭，孩子也不在家。为什么哭呢？别人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走了。每次为什么老伴出去之后回来您哭啊？你希望儿子懂事点吗？希望儿子多陪陪你是吗？多照顾照顾你，对不对？通过这个 VCR 我们能看到哈，父亲身体不好，但是呢母亲真的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并且家里头这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看来是非常尽职的一个妻子。但是呢很遗憾，在片子当中没有看到你和姐姐的身影啊，而且父亲也表达了说希望你们能够经常的回来看一看，别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生活照拂上的，能多给予父亲的一些关注还有照料。这个片子让我很触动，一双儿女没在身边，那么到这一步我给儿子提个建议，当叔叔的拜托你，你回去要负责跟姐姐沟通。沟通什么？常回家看看，就这么简单，能做到吗？这个要求对儿女不苛刻。不苛刻可是有点难度。没关系，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没跟您说，我跟他说的，他跟姐姐去沟通，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交给他。如果姐姐没有跟你一样常回来看看，那就是你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叔叔要打你的板子，好吗？妈妈最后嘱咐一句，您确实体力很累，心也很累，一双儿女让您都不尽人意。可是妈妈呀，我们也调整一下自己，有时候儿女们呢，他们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小环境，您呢把您的唠叨呢稍稍收一点，我想这点要求也不难吧？不难。好的，你看看，这就是你妈，就是你亲生的妈，他们不计较你们的过去，只要你们表现好，他们会把你们揽在怀里，永远是亲生的，是吧？好，挽着妈妈的手，给妈妈最大的安慰。